哎、欸，我还真的有哦，我家里有哦。够辣。我有护士乳哦。还是像 MV 那样。对啊，哦，我是说芒果不够辣哦。芒果有辣的吗？有辣芒果。哦。啊，不对，不够辣。你在指哪里？你在指哪里？那老板不能接受啊！对，够辣，老板一直希望我可以多穿一点。对啊。看你那上次在那种，我刚刚听的那个冰冰啊，在冰冰那边，沐浴上，啪一下，哇靠，全场不小心露出来，哦，还好，血压又升高了。那一集完没有回家没有飞吗？不会的。沈哥，开始喽！小龙，来喽！大爷，走了走了。来，请跟我来。哎呀，请跟我来哟！跟我来呀！来吧。是沈哥，请。我的初体验。你出来。我的初体验哟。沈出来。我的初体验哟。你的春天又到了。你好，小美女。虽然我们初次见面，但是我要叫你沈老爷。老爷好，是沈爷爷。叫沈爷爷会出来。沈老爷，他就兴奋到今天。为什么？他说要给你唱。我是紧张啦。哎，你会咳嗽？是咳嗽吗？没有，其实我已经好了，但是我没有确诊。离他远一点，他确诊。拜拜拜。哎，现在你要问他啊，他你专门帮人家打流感的。对啊，我是专门。他是护士啊，小护士嘞。护士。真的。嗯。他是护士哥。真的是小护士啊。好可爱哦。他那么辣的护士吗？他的外号是护士小护士哥。你要打针。我可以帮你打流感，今年流感开始登记。没有，这个就是打屁股哎。打屁股也可以啊，打屁股比较不会痛。啊，不会感冒哦。而且子明打屁股。对，最近这边也是痛痛的，是什么？哦，扁桃腺。对。这边会痛痛，可能要嘴巴张开来看。真的啦。所以今天很活泼的。哎、欸，还擦嘴巴耶！哎呦，啊、哎呦，老烂了！哎呦，是啊，我紧张的。怎么大风大浪没遇过？真的是，我很久了耶。怎么很久？我不是人家养我很久了。变了。来，版本给他看。你大概30秒应该就看会了吧？你先帮我看女生的部分哦。看完之后再换我画画。会吧。阿超，多谢你啦。好吼，你阿在厝边甲我解围吼。哇，阿无我一定吼，叫迄你妹死的啦，安尼。叫你妹。你安尼，阿超，头转人是你吼。我没有这样，我没有这样。老的妹死的啦，你看这 K 位案，你看。老维写真集，你是我这届 K V 安，你看有大无？我嘛是今嘛是在讲啊，非常的大啦。讲的是版面，这是写真集啊。对呀、啊。好恶心啊！阿超，你看这届翕的相片是唔足水的。哦。好壮哦。光这个阿超。系啊，阿超阿怪嘞。哎，是你两个演，我今日无点便当啊，你咪安尼好无？不可以剪进去，不可以剪进去，我会生气。不行，你如果没有剪进去，我生气。不行，因为等一下，这个是你们的，我剪进去变成人家以为是我要演的，不要。我们没有差。好，安尼咱即马赶紧来给欢迎咱的护士歌手王墨君带来《已经》啊，王墨绿啊，啊王墨，王墨君。是玉哦、喔，怎么看也不像玉啊！我打电话给他问问看。喂，是墨玉吗？啊，是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你这个名字怎么来的？这个因为平常比较喜欢混呐、啊，混水摸鱼的墨玉。哦，是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声音很像张秀清？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